跟老伴儿过56年了吧，哪都没去。我这人就是正经过日子。你说这话我不爱听，我爱走我就不正经过日子呗。真是和尚到了孤儿庵，不妙啊！大的前头还对人家一见钟情呢，结果一听说人家的生活习惯后，马上就直呼人家老不正经，真是离谱！他妈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啊！这个假山什么都是我做，那啥都有木雕、雕跟雕呢。哪个跟雕是你做的呀？我过去，这是跟雕。啊，这个跟雕哈。这是啥？这是老葡萄案子。就是那个葡萄的那个葡萄架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做的啥？小鹿吗？龙。你这是咋着？这是爱好啊，还是？爱好，我就什么山水了什么的，像是假山，这后边这都是我做的。这个也是啊。这也是。那这搁啥材料做的呀？这石头。随便捡个石头这还是？在松花湖上边捡的这个。你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钱，不用，没有花钱，就地取材呗，完了就对对做了。对对对，我只要看着有用，我就把它捡回来。咋做的？就把水泥和了，别太稀了。完了，给搁到那个平板上，捏成形，等干了以后吧，搁手电钻转四个眼儿。那你这四个红的是啥东西啊？啥材质啊？竹就那个，像竹竿似的。就那什么，烤鱼串那个杆。竹签子。啊，竹签子。啊。刷个颜色。自己想的。自己整的。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，真是飞机上打点滴，水平高啊！咱大爷这性格爱好还真是，班主任不开门，不是一般人啊！目光所及之处，都是人家动手摆弄的各种雕塑木杖，还真是刘备编草鞋，手艺高啊！老外有病以后，他烦，不让我整，干不起来了，心情不行。咱们两口子过了56年了吧？他就是啥呢？吃穿不挑，不行也不买，捡孩子点就够了，过日子好日子好手，那就别说了。50多年呢，过一辈子了，那肯定。要求不高，就是会过日子，互相尊重就行了。真是唱戏的淌眼泪，可歌可泣啊！人生有3000集，唯有相思不可移。大爷和前妻在一起，朝朝暮暮生活了56年之久，这一辈子都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。这么多年勤俭持家，饭不挑，衣服不买。自打老伴身体抱恙后，大爷生活中是处处让人家三分，到现在是连生气都没处找了啊！都是我买的保健品啊，酸枣仁儿、灵芝包子粉。我看这还有好多这羊奶粉，这是你的。门都挡起来，我不打开我都看不着。这都，今儿买点，明儿买点，不是一次性的，是多次性的。多次性的，这都干啥的呀，姨？什么降血糖，又降血脂，提高免疫力。啊，这提。完了又怕那又什么抗癌。这些东西，那不得个几千块钱呢？18000吧。你看我又打工，完了又那个。还有劳保的钱啊！我一寻人岁数大了，不就有个健康身体吗？反正我身体也没啥病，完了我吃上吧，我心里就寻思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妈闪亮登场，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开眼界啊！都说保健品是智商税，但是咱大妈可不这认为啊。红娘一进家门就看到了堆得比人还高的各种养生保健品。又是人参灵芝，又是鹿茸羊奶，还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，牢靠啊！家住一楼，咋样啊？行行，是不是？下一步就是看人了。对，跟你说，小狗现在迎接了哈。来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这小狗，这小狗可好了，可乖了。就一呢，谢谢你，说明一受欢迎。你喜不喜欢小狗？还行啊。来吧，我先给你俩介绍一下，再说别的啊。介绍一下啊，魏茂林，魏叔啊，王丽萍，王姨啊，哎，叔啊，好。做的啊，有鱼菜，基本再炒两个菜就得了。还俩菜，这不都四个菜完事了吗？来，姨看看。好，看看。谢谢。哎呀，做个鱼啊，那是肠啊，这几个是熟食。这个叔是非常居家过日子的人，过去就是老伴在的时候也是，这个家里的这些做饭的这些事儿，来家人来个人去个姐的，家里招待一桌饭全是熟人。
挺好。有水果，有干果啥的。好好。咱看这么亲是也是，摸着石头过河，稳稳当当啊。还没等大妈推开人家的房门呢，就听说大爷的屋子位于一楼，以后就是去菜市场买菜砍价去，都不用怕回来的时候没有力气爬楼了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咱可想不到大爷还能做拿手好菜。这种居家会过日子的男人可是不可多得啊。还在颠勺呢，肯定有劲儿啊。还不错哈，一看是会做饭的人。我不会颠。那叔干啥也挺麻利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炒好了。还有一个白啊，还有一个白菜、木耳、胡萝卜。咱就说这多养生的菜，是不是？是这几个菜，这个都是对身体很好。我给你端过呗。端过去了。姨，来看看刚才叔说的，这是有氧饭，看看啊。我得看看。哎呀，真是有大枣。山药、萝卜、山药，还有地瓜、还有枸杞、小地瓜、枸杞，对，就是对身体好。叔总这么吃，这几样他有的时候不全放。今天可能是你来了，贵客来了，人家都放。谢谢了啊，姨，你不是对这方面比较注重吗？那是。你看这么生活的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挺好，能生活到一块儿是吧？咱看这么亲事也是，铁头戴了钢帽子，保险的很啊。虽然说菜是已经是够齐全了，但大爷依然是再次提锅上场，炒的菜不仅是绿色，有机包的饭也是格外养生。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童娘也是抓住机会，直言两人生活习惯相同，以后在一起了也能吃到一块去。你看看啊，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点开始做的？2:30。那你可真快呀。反正虽然说有几个熟菜，但是你看这个那熟的，今天看这俩菜能看着做菜做得熟的早就起来了，这个挺丰盛的哈。六个菜，六六大顺呗。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尝尝这口味咋样。不是那鱼子。挺好，面头。你有三高吗？没有，啥病也没有。像我这踢腿的，我能踢到那腹这儿呢。哎，那看你这个看不出来。那岁数大了，可别逞强。别逞强，叔啊。那可、我逞强啥？大门。再来一下。是挺灵劲儿，确实是，确实到这个虎字儿。我天天晚上踢。不费劲儿啊。不费劲儿。您说你身体咋样？我身体嘛，也还算可以，挺好。我是年年检查，血脂、血糖，我血糖在。5.6吧，挺好的。姨为啥身体保持这么好呢？姨说说，她有养生意识啊。我平时我愿意保健，所以保健的东西吧，不少。它都比那个药店东西贵。反正我经常买这个东西。我那抽匣子。啥呀？软骨素。硫酸软骨素。对。拿来呀，一看看。这保健品。这是你啥时候买的书啊？这是你自己买的还是一箱呢？我自己买的，真是板上钉钉，没得跑啊！大爷是上的厅堂，下的厨房，而且在生活上还注意养生保健。一聊到这个事上，大妈明显是格外的看重，毕竟自个这么多年花的钱，可是比自个买化妆品、衣服都要多。没想到大爷不仅吃喝注重身体，而且在这方面还和大妈有共同点，那以后肯定也不愁没话说啊。挺愿意走的，你能旅游不？我不愿意走。你不愿意走？我不愿意走，这一点就不行。我就是不愿意走，就旅游啥的事我不愿意。我跟老伴儿过56年了吧，哪都没去。我这人就是正经过日子。你说这话我不爱听，我爱走我就不正经过日子呗。不是别的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这话就是那意思。叔的意思是他哪儿也不愿意动。对，我就是不愿意。他就觉得我就顾家，就是顾这个家，啥也不想。对，我就顾这个家。不是针对你的，总旅游说的。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咋的？这几年，俺家老头去世了，我一人没意思，我就跟这个跟那个唠嗑，完了。就接触上这样朋友，他们都走，我就这么联系上的。那人姐，你老走啊？我3年前走过，我这3年疫情跟没走，一天没走。我寻思老走呢。老走，一个你老走，身体确实也疲劳。对，对。一年出去一次。对，一年就我说这长途的，
也就去一次，偶尔的走溜达溜达倒行。儿女早都支持我让我走，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不妙啊。大妈一说起自个喜欢旅游往外跑，大爷直接就不乐意了，也是胡同里赶猪，直来直去，直言表示不喜欢这样式的女人，表示人家不务实不正经，大妈哪能受着气啊，也是直接就把不乐意了，自个不就喜欢逛逛街旅旅游，咋还就被说老不正经了。你的事啊、嗯，我看看你家厕所，我啊，我因为我那个，我寻夏天啊，对，我得看你能洗澡不？能，那肯定能啊。看着了，看着了，不用，干净程度啊，我看那个有热，肯定的行，你看淋浴，我看有热水器了啊，有，现在放水都热的，还是方便呗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我这得必须得洗澡。真是冷灰里爆出热例子，意想不到啊，大妈饭都还没吃完呢，就直呼要检查检查人家的厕所，这一来二去就不怕串位了啊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跟大妈开玩笑，大妈如今都在检查洗漱设施了，咱也是无功吃萤火虫，心里有数，这是打心底做好跟大爷过日子共度余生的打算了啊。坏了，我给你修上。我不用。会，我不用这破拉锁，我这破兜子该扔了，我家有，那你就拿，你可真也不注意这个，你就是这么随意就出来。你哪随意？没有，我那有的是狗。我不要，我不贪财。这个好修，啊，掐紧点就行了。嗯，对。好了，好了，嗯，拉锁修好了。你搁啥修的？搁钱啊。爷、yeah, 啊，是不是就这功夫？把拉锁给你修好了。哎呦天，谢谢你啊，我这个都没价值了。就有没有价值那你就不立着，你上公交车。你就是没有这个我都能配。真是端午节吃粽子，皆大欢喜啊。大姨一听说大妈的拉链坏了，马上就表示自个属于是业务对口，弯下老腰三下两下就给安排的明明白白，这无形之中又为大妈省下一笔钱啊。这个阶段互相再了解了解啊。那行行，那就这个岁数了，我觉得找个合适的伴儿也不容易。嗯，是是，那确实不容易。那个另外是不算远，过着哈拉湾桥那个。对对对，那对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，对吧？那对，啊、你多方便沟通啊，你俩。祝福你们啊，叔叔阿姨啊、哎！谢谢姑娘啊！不客气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、哎。我们就返程了，回去了。要不回家，现在到长春再到单位已经天黑了啊！谢谢你啊！不客气不客气。